料理家推荐的以多利脏笔三选。第一个，手拉式多功能碎末器，不想拿出来煮料理机的时候非常方便，这一台用手拉就可以解梦。我买了 M 号，也有得当机和盖子，前往直接可以收起来，但是它不能微波，所以小心一点。转到片时有一点不稳，但是习惯一下就可以了。没有出调理机或是不知道转不转用，就买这台就够用了。第二个，吸湿脱臭宝特瓶沥干架，冬天下雨天晚上洗碗的水壶早上还没干，常常有这种状况，用它的话真的很快就会干，常用水壶的话很推荐这个产品。第三个，细胶料理用夹，它的特色就是收纳很方便，这边按一下会打开，拉一下就会收起来，而且耐热温度260度，炸食物的时候也可以用。我的握力比一般男生弱，所以一般的夹子手容易酸，但是它没有到很硬，所以很喜欢用这一支。好了，如果看到有兴趣的产品，欢迎跟朋友分享。